看看我们年前的最后一次采购。哎呀，鸡蛋啊，两板儿。哎，鸡蛋是两板儿，买了点老爸爱吃的柿子，拌凉菜的黄瓜，老爸爱吃的角瓜。啊，这种菜呢，自己也没法种。青带叶子的菜后面都有。这是叫什么夹心肉啊，和馅儿的包饺子的。因为之前买的肉都被我祸害了，做香肠和肉条了。哎，这又买了点带排骨的肉，当地这个肉啊，过年涨价了，带着排骨卖的肉。我把这块给切掉了，这块没要，这块肉是14一斤。这夹心肉啊，这种肉是13块钱一斤。啊，过年涨了一两块，今天。这点玩意儿110多块钱，真贵。五斤多肥肠，啊，一副肥肠五斤多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外面吃肥肠贵啊，这东西就是贵的，中国，据说很多国家都没人吃这东西，但我们这个挺贵的，22块钱一斤。哎，买了把芹菜，当地种的，我妈也种了，怕我妈种的芹菜不够吃，长得有点小，买了一把，因为明天年夜饭包饺子要有这个的，芹菜馅饺子，这是我们家的固定的节目。今天没买着那个大灯笼，在网上买的灯笼它没发货，买晚了。啊，每年我们买的灯笼不喜欢那种带字的，大家有感觉吗？就是那个上面那个红色的灯笼带着金色的字，啊，什么什么恭喜发财什么的，看着就不是很喜欢。我喜欢那种红红的纯色的纯红色的灯笼，没买到，买的这种小串串的灯笼，看看怎么样。啊，你现在就把这个灯呢给它弹一圈，应该也可以吧？你说呢？可以。行不行？行。这是个锅哎，大哥。如果倒下，你不要悲哀。新年这个彩灯上有我血染的风采。哎！呦呦呦呦呦呦！玩笑开不得。哎呦呦呦呦！把这裤子弄脏了，他妈！凳子这么脏，我去，还递给我，那不都给我的？哎，干啥呢？你不要吓我，什么我干啥？你干啥呢，姐姐？我帮你踩这梯子了呀，我不是给你拿蹲带吗？哎，儿子，快来！哎，你轻一点，你轻一点，你再踩我要掉下去了。不对，我没有站在上面，我是安全的。往上搬，慢点，搬往上。哎，好，踩住。哎，好，看看我们这棵树布置的怎么样？挂了一些小纸灯笼，然后呢，这个灯带呢到这围一圈，哎，晚上一开也亮了。这样这个树还可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，挺漂亮吧？妥妥的。哇，这么看真好看。现在是阴天啊，这个枯树、枯叶和昏暗的天空，然后透着这么鲜红的灯笼，漂亮！一会儿来这儿拍张照。好高啊，这是我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。儿子，给你猜个谜语啊。嗯。说树上七个猴，地上一个猴，一共几个猴？几个？树上七个猴，地上一个猴。树上七个猴，地上一个猴吗？一共几个猴？两个猴。两个猴吗？一个胖猴，一个瘦猴。树上七个吗？不是，你不一个吗？你看这骑着一个吗？个地上一个不就你吗？那两个。啊？快给我灯笼啊！你看我要站在这面看什么感觉？你知道吗？啊、我这边你看，我开的车，呜。那、停着干啥呀？红灯。儿子踩住啊！好啊，哦 sorry， 你要坚强。这个你要挂这个吗？这里吗？住啊、这里吗？不行，挂。儿子往下踩住啊！扶住啊！那你这个挂哪？扶住！等一下，那咱哎，对我儿子把帽子盖上了。哦，哎，大哥，啊、你别拉呀！我要掉下去了。你可呀。我也害怕呀！你怕啥呀？这个你别卷，那会折。啊，那我这个放哪儿呢？
那就走到上面，走到上面这儿。你这啊？嗯。这样。啊，板栗、啊！没有板栗。来，拿拿拿拿，打来，就这样就这样，长度够不够哈？够。你就这样来。给他两根铁丝儿。来。我都不敢动啊，我一动都不敢动啊，我都害怕我掉下去。来，给我灯笼。我倒不怕你掉下来呀，我怕这树一下坏了。啊，是啊、哎、你别白树啊，你白树我都不敢动。那我什么意思？你说啊，你不要白树。什么意思？我要掉下去了。晚上也不知道啥样好不好看，都很好奇会变成啥样。看看我们这小院已经装饰一新了，是不是年味越来越浓了？看看我们这小公子，从里到外呀，全是新的，是不是啊？嗯、新什么？从里新到。新到哪儿啊？新到外头，你这个帽子去掉吧，这帽子太耷拉了。帽子太惨了，帮我弄一下。完了，哎，看这多精神呢、啊，是不是小伙？精神小伙，来撞了看看。哎，这神经小伙，不精神小伙，精神小伙。扣解开，不要咧着花就行了。我们给小猫窝挂点灯笼吧，好不好？这挂上面挂一排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小猫猫也要过年的。我猜灯会被它扒拉掉，你觉得是？扒拉呗，就是给它玩的呀。看看是不是很漂亮了吧？挂一挂呀，就有点这个。哎呀，过年的气氛了，气氛担当，我们是。来看看，哎，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妥妥的。我们去吃饭，看看我们三十的第一顿饭啊，饺子。哎呀。这都一个馅儿的吗？是吧？嗯，这绿色的是啊，绿色的是那啥，属于那个菜叶汁儿。嗯，不错，还是饺子好吃。当啥么都不想吃的时候，哎，只要饺子一入口，还是那个味儿。哎呦，味道杠杠的。儿子，这是上联下联？上联。上联贴右边。左边是现在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习惯呢，是阅读习惯是从左到右哈。那对联呢，就是说我们古代流传下来的啊。那古人呢看书看啥都是从右往左，知道吧？哎，你看一般都是点头吗？嗯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懂了吧？来，放那边。来，我们买那个哪个上啊？那上联拿了先摘。这个是上联哈。上联高度嘛，就啊这块就到这儿，这高度就贴到这儿就行了，是吧？哎，来扶着底下的，扶着，下面贴着边边，拽直，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哎好，知道啊，贴着边边，哎就靠这个门边就行了。大王顶，起，这么高？哎，起，好。那么横不比横批都高了？不行，下来一点。对，你那是彩字儿，那不是对联儿。这玩意儿你这贴多了有什么用？到时候往下抠费劲呢。有道理。好了，剩下交给你了。好，接掉完了，一点站齐了这门哈。嗯，小优秀。哦，看看，看我老爸说这里也贴一个，这是我们的蜗牛一号。就他贴上金。哎，就他好看，他是白色背景哈，漂亮。哟，这车门上也可以贴一个呀，来给车门贴一个呗。这里贴一个也能好看吗，爹？啊，白的地方贴好看。咱们这个蜗牛四号也贴上，是不是？这不就年味十足了吗？漂亮，但是不能这一开车估计就刮飞了。那这两天不开，放那挺漂亮的。兔年大吉啊！也祝我们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兔年大吉，新年行好运。哎，漂亮，妥妥的，是不是？现在看着有点过年的气氛了啊。